欢迎各位玩家的到来。今天的这场游戏是猫鼠大战，这太难了。我就是只想活着。啊！这风浪越大，这鱼越贵呀。谁想当吗？我想当猫。哎，我第一轮想当吗？我想当。我必当吗？我是不会退出的。我想当六轮吗？啊！哇！你能拉到，我们也都能拉到。我必当上猫。没人治一下吗？你抢不过我，你不老实，那没办法了。你还有票？非要整死我们呢？跟我一号拼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猫鼠游戏不一定是猫在捕食老鼠，最好是确定他们不往我上冲飘。我们要找一个面壁者出来背水一战。那我们能控吗？多猫也是猫啊，一定搅黄这局。那你就投我吧。该渡了，该渡了。待会猫爪就挠到身上了，好吓人啊，好吓人。那我就看看谁能当这个破壁人。这个游戏制胜的关键就是要很靠谱的队友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真是坏蛋啊！有这么多弱点，要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。你只要没出错，可以瞒过所有人的那种。以后这场子，他姓石。